杨超越是一位演员、歌手和舞者。2018年以火箭少女101组合成员的身份出道，2020年以个人身份进行演艺活动。杨超越自正式出道以来，在歌曲和影视领域已拥有多部作品。2018年12月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2018年度演艺人物，2019年1月被评为人物杂志2018年度面孔之一。2022年是杨超越的忙碌之年，她参演了24个综艺节目，涵盖了音乐、体育、文化、旅行等多个领域，展现了她的多才多艺和活力四射的一面。其中她在极限时期与女同行中挑战羽毛球运动，与国家队选手对抗，在超新星全运会中获得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，展现了她的运动天赋。除了综艺节目，杨超越还参演了3部电视剧和15个杂志写真。她在电视剧《长安诺》中饰演古装美人苏婉儿，在《江月儿》中饰演天地之神昊天。她在不同的角色中展现了她的演技和气质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她还为15个杂志拍摄了写真，包括《时尚芭莎》《佳人》《瑞丽》等知名刊物。她在不同的风格中展现了她的美丽和时尚，引领了潮流和趋势。杨超越2022年成就斐然，参演24个综艺、3部电视剧和15个杂志写真，展现了她的多面魅力。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全能的艺人，也赢得了无数粉丝的支持和喜爱。她是一位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优秀女性代表。